大家好，我叫崔锦成，我是一名出租司机。边开车有时候就是唱那个费翔的歌曲，有时乘客就说唱的不错，然后给我增加信心。唱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我在大学的时候，这首歌是一剪梅对吧？是。我学了大概两年，我也没唱出来像您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个特别浑厚感觉。乘客高高兴兴上车，那个唱完以后，他就挺开心的下车。真的不错。然后以后我经常坐车的话，能经常听到这样的歌声，绝对是太舒服了。这个音乐，哎，真棒，非常好。现在我心情非常，心情比较紧张，刚开始上午登上舞台肯定会紧张的。真奇，你这点别费放，那个怎么说？你告诉我，我是，你看我的脑子不好呢，我还是想点要不。其实我跟您说心里话，我真没想如何如何的，我没想后边，就是有这舞台，然后我这通过这舞台就是展示一下，人别都知道以后那个，就我曾经上过台唱歌，给大家唱歌，就是名次不名对我来都不重要。家里不太支持，也不知道，肯定跟家说，就是你这么大人，你跟年轻人唱什么？我就是自己行动，自己做主来到这里的。